哎，买了廿块的蒜头，廿块的蒜头只有一只毒，一碗香没得，这大碗才只有半碗。哎，吃香么？廿块里要钱，买了交关。哎，算了算了，随便吃吃吧，总归比没吃好。啊，同志们好，朋友们好，兄弟们，大家下午好。你看外面天气还可以吧？龙哥想出门走一走，给家里几只老祖宗买点猫粮、猫食。这两天赶债务嘛，心情也没有。上海现在这个样子，龙哥一点心情都没有，坐下来和大家聊天了。所以每天关注着上海的疫情啊，疫情虽然很严重啊，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。这个很多东西也没办法在视频当中说，那咱就不说了，咱就这个出门走走啊，分散一点那个注意力啊，出门去买买猫粮啊，看看啊，随便稍微拍摄一下吧，好吧？那我现在就出门了啊。今天嘛，就那个啊，今天就简简单单啊，在家里呢煮一个那个墨鱼排骨，烧一烧，炖一炖啊，炖排骨，再搞一个素菜啊，这个排骨好新鲜，就上次在 Costco 买的，买了很多排骨放在家里，大家现在也要记住啊，时常把家里整得满满的，冰箱什么东西都买齐喽。万一这里封了那里封了，家里还有吃的东西，否则大家真的是怎么办？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常备物资啊，有备无患啊。从小巷子里穿过去，你看地上的樱花都掉下来了，呵呵，樱花洒满天，有点像《红楼梦》里面的。黛玉葬花是不是要搞一搞，把扫帚扫一扫，把它花埋起来？樱花掉了，慢慢掉了，但是呢，还是有很多，树上还有很多樱花。就在小白楼的后面。有时候没事过来看一看，心情也会感觉很好。看看樱花，少想上海，否则的话每天就看新闻，心里很烦躁。然后这里也有一棵樱花，这是小学门口、幼儿园门口有一棵樱花。咱们找一棵近一点的吧。好像有点背光了。你看幼儿园里面的小金桔，长得多茂盛。这是幼儿园，好了，每天还是走着这条街巷。我现在闭着眼睛，龙哥也可以走，也不会迷路了。嘿嘿，西归。一个笼子养乌龟，旁边还有锦鲤，养了很多鲤鱼，都放在门口的，反正也没人会去拿。
买烟吸烟点，坐在这边吸烟，都有吸烟点。好像还有一条鲤鱼，哇塞，好胖啊，在跳鱼。有很多朋友说喜欢看龙哥的非常日常的这种拍摄，不华丽，但是呢很真实。这里有一家韩国居酒屋，只是450一颗，就是1400一盘，1400差不多50-70块钱。今天早晨刚刚送来的，这是娜拉就奈良啊，这是一千。今天要摆啊，今日初めて入ったから。はい。もっと大きいのもあげる。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。はい。はい。好了，现在来到了买猫粮的地方。然后对面是一家就是买水产的。龙哥上次在这里捡了两条那个鲳鱼。都是家庭作坊。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，待在马路旁边啊，一会儿进去买几袋猫食，然后呢周边我也不想去逛。这两天都在关注着上海的新闻，心里面也不知道怎么说，没办法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，所以呢就出来变相的转移自己的就是这种心情吧。出来买买东西可能不会去想的太多，相信上海在未来的不久可能会非常的好啊，一切都会过去，只能这样想。所以呢就出来买，就花花钱啊，碎银飘飘飘一飘，
乔总，就是近亲结婚，漂亮吧？一模一样。好，再帮他买点吃的，然后就回去了。吃的东西真丰富，什么东西都有，健康的，零食类的，健康型的，鸡肉味的都有，还有钙质的补充。80块钱一小袋，5-6块钱人民币一小包。日本东西还是挺不错的，猫咪们都很喜欢。这两只流浪猫舒服了，流浪的时候什么都没得吃，整天在垃圾桶里刨食。在小白楼现在生活的有滋有味。买了整整两篮子，你看一下，厉害吧。吃的比人还好，什么营养都有。然后再买一盒驱虫药。要固定的给这些猫咪们驱驱虫，所以买一个吧。驱虫药。好了，看来看去也没啥好买的了，差不多龙哥要回去了。吃完了到时候再来买吧。然后现在结账回家了。20000多，今天给猫咪们老祖宗买了将近1100块左右的猫粮。好了，所有东西都买完了，猫粮买了20000多日币，再买了点笋，1440日币，准备明天或者后天烧笋，一多西吃吃。好了。那视频就拍到这里，大家好好休息吧，保持免疫啊！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，我是龙哥，感谢关注每日动画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！别忘了，同志们、朋友们、兄弟们、姐妹们。